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局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这个牌大致倒是够用，两进张的牌型。下家直接启动了，估计是在做筒子，把六筒给碰了，对我算是有点伤害啊。不过好在摸到三筒，先打四筒。下家碰的倒是挺好的，抓4万听牌了。虽然说听的是一个卡张，但是这个7万是那天的福星牌。所以说这个牌并不担心啊。现在我想的就是赶紧来花，多来点花才有杠开的机会啊。我上家也听牌了，现在是两个门清听牌。那我们看看下家这个牌型还有没有机会做得起来。听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摸到花了，可惜杠的牌毫无关系。下家混一色也听牌了。不过没他机会了，上家摸7万点炮，两个花六分，加个苍蝇十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这个牌缺将，搭子倒是够了。三上张的牌型，做牌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。北风抓对儿，将有了，现在就是一上张，先打西风，四筒留在手里，看看能不能靠一个更好一点的搭子。现在抓到卡8万，那就直接听牌了，牌听的还是不错的。上家也来了，又是上家来和我竞争了。从另外两家打的牌来看，他们两家好像都摇铃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牌基本上要靠自己解决了。以为摇铃了，没想到我下家还有想法呢。手里的牌是清一色一上张。下家吃三条。清一色听牌了，听的是四五条对的，三家听牌，对家摊打，
对家有一对四条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下家是绝胡了。这样挺好的，最大的威胁没了。三万自摸，六花门清14分，加个苍蝇22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最后一副牌同样是一个三上张的牌型，手里一层牌没有，但是搭子倒是够了。对家的牌更好啊。听牌了，这么早也不知道对家要什么，来一万先打二条，我的牌也是一上张，来八条还是打八条，虽说对家花比较多，但是这个牌也不管它了，毕竟我是一上张的牌型。厂家开一对北风进行防守，没想到还能杠到八条，那就接着打。六筒来得好，打九筒听牌，这个牌九条是好牌。下家打九条点炮，四个花10分，加苍蝇19分。